点解系 time 曲冇事嘅？检控官，个 time 曲有咩问题？法官阁下，请你批准播放由辩方保管嘅另一个录影 copy， 因为呢段嘅录影对本案非常之重要。本席批准。大家请留意个 time 曲。片都系冇事嘅，条片就系我同阿海睇过啫。控方如果再冇其他要求，请你作出结案陈词。本案疑犯是加强有黑帮背景，两名死者同佢喺生前有生意上面嘅接触，空气亦都喺佢屋企揾到。案发的时间，他没不在场证。控方请继续。所有的情况证供显示，本案是一宗有预谋的谋杀案。我恳请陪审团裁定疑犯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。陪审团，你哋退庭商议之后有咗决定未？法官阁下，我哋一致认为被告有罪。本席宣判，被告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，押后下堂判刑。我哋一定会上诉。希望你真的可以上诉得正。条片有问题，得我同你知嘅咋，唔系你做咗边个啊？我唔知道你讲紧咩啊！你想揾佢去死啊？我系执法人员，我信证据，包尸罪又应得。唔系啊，你话俾我听啊，究竟发生咩事，做紧乜嘢，好唔好啊？莫高劍，今日呢單謀殺案 well done。莫高劍啊，我有啲嘢唔係好明。你喺結案陳詞之前要求翻睇一次被告翻入大廈嘅錄影片段，但係最後又不了了之，其實係點解嘅？會唔會係劉福北欺負佢哋要上訴嘅招數嚟㗎？好多時外邊啲人睇我哋做檢控嘅，會將我哋嘅事業成唔成功？同可以将我反入罪挂钩，以为我哋将佢入罪就是我哋应该做嘅职责，但其实我哋最主要嘅职责系用证据去将事实还原。喺今次单 case 里边，我唔单止唔可以将个事实还原，仲背弃咗公义，我唔配做一个检控官。所以在薛家强刑期判了之后，我会辞职。这份是我辞职信。莫高劍，你不如再考虑清楚先。对不住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 DOJ 就要靠大家的了，你们努力啊。这个山中
出出得得。有勇气踏前觅幸福，从无回望。再计算有没一种方法，定论什么讲对或错，只需知道。仲未有 Kobe 消息啊？放心啦，一定揾到佢噶。吴佳医又好聪明噶嘛，咩病都可以医噶，系咪？家姐，你做乜嘢？可能剛才雖然有點累，博士丹 case 怎樣？罪名成立，等我官判。但其實他不是兇手。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原本在开庭之前，我找到一些新的证据，可以证明薛家强是被人陷害的。但是怎知道被人破坏了？是谁说啊？张海，姐夫？是他的。有新证据，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，所以一定是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慢慢買，逐啲買咯。你黐咗邊條線啊？咁樣嚟嘅貨法，傻都知啦，係嘛？即刻同我撳翻慢佢，即刻。Kobe， 誒，唔好意思，真係辛苦你。收購成點啊？要發動強制收購。需要持有小姐30%嘅股份，我哋而家仲争10%。包师知道咗未？喺咁短时间之内收购咁多货，迟早都会宣布。我预咗同佢练一场。如果包师一直信唔到你，呢场收购战易打好多。呢啲系咪叫亲佢病，攞佢命？喂，点啊？你点啊？其实我而家都好病，你唔得冇死顶喎！我送你去医院，点都冇得医啦！呢度同医院根本冇分别。卓卓，俾我完成埋呢个任务。靠晒你！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